来了，欢迎回来《幻想三国志》。那今天我们去打架，又是愉快打架的一天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诸葛村夫的宿敌啊，我们周瑜周都督加入了我们的司马队。那自己私底下打了几场，发现虽然说滑头被拉掉哈，那个续战力真的是有差一点。但是老实说，周瑜周都督增强我们司马队的攻击力来说，真的是很不错。那要不然整个队伍里面只靠司马的输出哈，其实很多时候那个血量是无法那个持续往下拉的，还是需要靠第二个副打手这样子。好，那来介绍一下周瑜周都督。今天的话会派他去打架，然后我们试试看强度如何。那等一下会花个五个那个幻武，我们去抽一下，看能不能抽到我们周瑜周都督的幻武。抽到的话呢，应该就会比较强一点了。OK， 那我们周瑜的话，如果你喜欢他的造型的话，其实可以买一下。虽然说要那个啦，这个好像要390块啊，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的。我觉得长得还蛮帅的啊，只是说目前我是没有课啦。哎 ，OK， 然后他的羁绊的话，目前孙策跟那个陆逊哦，还在那个嗷嗷待哺当中哦。这两只真的有够难拉心的哦，这两个人的心术哦，真的，当初如果左慈跟华佗的心那个碎片哦，丢给他们两个哦，应该早就散伙去了吧。OK， 那他的怒攻来说的话，最主要就是他吃饭的家伙啦，灼烧跟我们司马队一样，这种无视防御的这种真实伤害哦，真的是打起来蛮痛的。而且这种东西越到后期效益越高，因为对方的防御撑越高，其实也没什么差别。反正我们只要能跳过他们的防御，直接烧他真实的血量就好了。只是说他没有额外像比如说有陆逊还有灼烧的一些那个的一些 buff 状态这样子。好啦，反正就是丢火球，然后丢大火球之术，然后一样会有一些灼烧的一个状态之外呢，然后他。只要有灼烧啊，相邻触发的话，我们就会回复怒气值，然后把灼烧的那个伤害提升，然后对对方的那个最终伤害会降低。这样简单说就是周瑜周都督至少要五星再上阵了，至少要把这些东西全开。那一火的部分的话，就是自己生命值第一次掉到一半以下的时候，只要有人灼烧啊，会恢复怒气值，但是感觉好像还好，就是只有发那个这一次。然后三火的话是加100。然后五火的话就更强了，攻击会减20%，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呢、啊。把别人的攻击那些压制下来，然后我们的那些群体 AOE 的伤害就蛮高的。那幻武的话，等一下去抽看吧，就是怒攻的时候可以回血啦。简单说，增强一下周瑜的坦度，非必要。其实他的幻武没有像司马懿的幻武给他带来整个天翻地覆的改变，但是有的话也是聊胜于无了，毕竟还是需要他的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然后目前的话，那个曹仁目前给他搞到四火了。他的目标我是在帮他搞五火了。他搞到五火之后就很强了。搞到五火的时候，一进场的时候，前排会放那个护盾，然后一样会吸收那个最大生命值，很不错，可以保一下我们的前排。那我们司马懿只要能活越久呢，他的那个老谋深算就越来越强。啊，再来的话，吕云奇这些都差不多就固定了。这孙权的话，要等孙策练起来再把他下放。步练师的话也是一样，陆逊起来就把他下放。那吕云奇的话，看是要给曹丕啊。到时候目前曹丕连本体都还没出来，所以到时候如果拉起来的话，至少要3星或5星呐、啊。然后到时候再把吕云奇换下来。那装备培养的话，差不多。目前主力的话都是开始在养周都督了。那个吕云奇开始有被拉掉了一个迹象，因为吕云奇目前来说。其实攻击在抗队来说的攻击真的不高，效益也不太大，所以目前的话，我已经把我的幻武啊，从吕云奇换给那个周瑜周都督了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去打架。那我们现在打演武场，上次有冲到49名嘛，这次我们来试试看。哇，全部都是1900的，看这假的都是1900的，我们这么强吗？来换一下，60试试看好了。哇，连66名都跟我们阵营差不多。来哦，对面的话，司马女队配孙权。孙权配步练师，哎呦，真的是挺有趣的。来看一下哦，射日弓180000，看云奇单打能力现在是真的比较不行。敲哦，这兔子很猛的，哦、敲他可以，他兔子可以敲到50几万。他该不会去养兔子吧？我是灵宠的材料，目前都是先留下来了，等到时候你换到 SSR 的一些灵宠的时候再培养就好了。这个兔子迟早要换下来的，所以就不用培养了。哦哟，大火球之术！哇，有帅有帅，大火球之术！哎呀，带开天斧，我敲啊！敲啊敲我最硬的一只啊！哎呦，看来我们司马懿还是很猛的。看到现在他还是没什么了解。35万，有没有？灼烧哇，超烧！烧周瑜30%的攻击力其实是很痛的，而且是真伤。
射日弓啊，不痛。云梯啊，死了。敲，我敲。吸，两只石，拉血量拉。啊，这是蛮硬质的，应该没什么爆头了。找人上盾。步练师其实真的可以练，我真心觉得步练师比滑陀强一点。如果在心术没有满之前，滑陀比较强是在他的无火啊，补血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异常状态消掉，就是他了。来来来，他的阵容跟我差不多，跟我100万哦。这个就是我们未来的阵容啊。我们现在试试看打盾火队到底强不强。他的话，这个阵容哦，他还是有在布练师上场。虽然说已经先换了，不过他还是把他派上场。啊，敲，躲100万哦。看看战力如何。吸，哦，好火球之术。拉，武器回复。奶一口，好，血满的，哇，他的那个孙测试快不行了，晕，射日弓啊，虎虎吸，耶，我快搞死了，我们下面吕云奇快把他搞死，哎，死了，耶，穿了一只，敲，我、哦、怎么都敲比较硬的，哇，尴尬，我的布列斯竟然死了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司马比他们惨，真的，司马三重装武哦，真的看到另外的一片天，真心的猛，哇，很 OK 的呀，月战100万也不是梦，哇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周瑜大都督的攻击力有差有差有差，哦，那38名，我看应该是不用想了，哎呀，为什么会有这种阵容？大家看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怪异阵容？这个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诸葛村夫啊，带着5个女的啊，他跟他老婆一起上阵，然后后面4个女的是那个看戏。5只5星的角色，竟然战力还可以到1800，哦，代表他的，哎呦，王毅耶，哎呦，诸葛村夫晕了啊。我们二公子跟诸葛村夫的对决，哇，这应该是，哎，我超人要死了，哎，没死哦，没死哦，注意一下哦，我的超人是没有死的哦，来拿一口，哇，拉半条，哦，他的灵气好强哦，哦，干，他灵气好强哦，哦，快，不然他灵气放怒攻，哦，他灵气攻击也够高。好、哦，搞定啊！这应该是二队吧？我在想。哎呦，38名，哇，180的幻心，不错不错。这个1839试试看。哎呦，蜀国队单挂一只那个吕云奇，然后还有我们诸葛村夫啊，来，诸葛村夫跟嘟嘟王的对决啊！量子最近很膨胀啊，量子啊，你是冷淡熊，哦，一刀死。哦，干，他全搞单点的啦！哦，干，蜀国真的是有强，打蜀国绝对不能有那种后排攻击太高的，反正一回合就被他秒掉了。哇操，我的潮人呐、啊！天哪、啊，你们是对、哇，他们吃什么长大的？怎么会这么痛？哦哦，两刀，哇，还要打在司马懿身上。拉啊！敲敲，哎、欸，死了！射日弓，哎呦，快把张飞搞死喽！来来来，我这一队的话就比较那个还好，他的吕云奇没有强到那么单点那么痛啊，不痛啊，二刀。关羽打司马懿真的是跟打在一个那个，我、哦、看，我、啊、看马超好痛哦。干他马超那个图集三图集穿甲，干超人直接被秒。哇，蜀国队有强啊，但是遇到我的完美司马啊，三重司马，哦哟，
哇，直接干掉三只哎、欸，我的司马懿！哇，司马懿，你真的是出大运了！哇，这个兔子，哇，很 OK 的呀！哇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嘟嘟跟司马懿完美的配合，哇，好 OK， 那演武场部分打完了，那我们就至少破纪录啊，到34名，那我们来打群雄啊，来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吴国队来打看看，纯吴国，标准火烧的阵容，春拳步练师，然后火堆二人组，然后孙家三兄弟。啊，三父子啊，说错了，还有他老爸也出来了。哇，烧啊，吸啊，补啊，哇，什么该放的都放一放吧。有，快快快，干嘛搞死？先突破下路，搞定。射日弓，大火球之术。现在就差个陆逊了。他一个陆逊搞那个红莲夜火，应该就没有搞到。长盾，哇，他也来，哇，大家一起烧啊烧！但是你没有司马懿的坦度啊！我们司马懿真的好强啊，真的资源投给他绝不吃亏，单支外挂都好用。好、哎，看来你的练度是还是那个哦，斧头。现在大家都玩斧头了。如果三星的斧头跟一星的和氏璧的话，我会选三星的斧头。哎呦，我们应该不会输吧？应该不会，我们司马懿光搞这样就搞死他了。好了 ，OK 了。哇，交位二啊，上去了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场，他的战力差不多2000万，感觉有点强。最主要是想要看一下曹丕了。来，我缓慢的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人家曹丕的那个技能如何。乱世奸雄哪一口？哦，哇，曹丕是真的帅。这个兔子也敲太慢了吧？好了，开两倍好了。哇，身上一堆 debuff 啊！天哪，曹操被曹丕。身上一堆那个，难怪叫脏水队，真是有够脏的，全部往人家身上丢敌 buff。哎呦！但是他的曹操快死喽，赶快他补血。哇，一个人身上至少5个敌 buff， 哇，真的一个人身上5个。瞧，哇，我曹人有7个敌 buff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个。哎呦，死一只，射日弓。但张水队要能撑得下来了，毕竟你是靠 debuff 吃饭的。哇，曹仁还是死了。哇，嘟嘟没死哦。我、哦、干，他的灵气好痛哦。哦哟，哇，曹丕这个有强。哇，被打穿了，被吕云奇打穿。哦，张水配是吕云奇外挂，哦，好强哦，这吕云奇，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那大概打这样子还不错，我觉得打起来来说的话，攻击是有提升啦，最主要是我们目前防御力跟续战力真的有差一点，毕竟我们把华佗换成周瑜了嘛。好，那赛季五的话，今天也差不多要结算了，然后目前的话一样在交位二差不多 ，OK 啦，那下次的话，应该下次应该比较精彩，下次的话看能不能把曹仁直接拉到5火。那拉到5火的话，看看效益如何。第三支5火角应该就出来了。再來就是差我们的孙策跟我们的那个陆逊，再差这2支。基本上目前我们盾火队大概就齐了吧，只是说星数太低的情况之下，很多特效后面没有办法开了。像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些特效都开不起来。OK 啊，大概是这样啦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出版的盾火队加入我们周瑜周都督的话，攻击是真的蛮有提升的感觉。好，那就想支持一下，我是轩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